你的兵种能力和我操纵兵权的能力比起来，不过是劣化而已。我们不是三方联合，而是四方。而我的名号是狮子王。我的力量比你强得多，再配合我的火焰，你根本抵挡不住。这是我替马哈讨的债。这两颗木牙晶归你们了。你怎么和辛格在一块？莫汉德森这人不地道，把辛格叫来对付咱们，又怕他找法尔报私仇，就隐瞒了法尔具体位置的情报。以我推测，你应该在与法尔交手，你的坐标就是法尔的位置，所以就把辛格拉过来了。那东边的木牙晶呢？我用这颗木牙晶与辛格做了一笔交易，我帮他找到法尔，一旦找到，他就再也不和极限武馆争夺其他木牙晶。不知道罗峰冰山他们是否顺利。你此生再也无法成为第一精神念师了。
好险！伊斯特利用阿比斯之眼限制我的行动。如果我挣脱的速度再慢一点，即使有黑神套装，配着十四柄飞刀轰击要害，估计也够呛。不知道冰山大哥对着莫汉德森是否有危险？那里动静这么大，事情恐要脱离掌控，这里不能拖了。之前的战斗还没有结束。切断时间还在可控范围，生命之水应该可以发挥最大效力。元老，冰山说莫汉德森抢走了他手上的木牙镜，正在朝罗峰方向赶去。他是奔着那里的三颗木牙镜去的，我们加快速度。罗峰，把那三颗木牙镜交出来，我还能饶你不死。这小子打算躲到岩层里来规避我的精神攻击，即使如此，你在我面前也是无处遁形。式的攻击手段主要分成三种，可悄无声息，渗透入人心里，杀敌于无声无息中。伊斯特为了持续控制我，需要不断将自己的念力送入我的识海。
两名精神念师的尸骸彼此连接。既然你可以抵达我的尸骸，那这也意味着我能顺藤摸瓜找到你的尸骸，进而攻击你。进入他尸骸的精神念力竟然被撕裂了。居然那么快就反应过来了。这时候，夺下这三颗木牙金。上。我疯。什么？来不及了。禀馆主，此次我们四人一共得到五颗木牙晶，其中三颗由罗峰所得。罗峰做得不错。封一人就牵制住了第三元老和第四元老。地球上现如今最强的是红雷神，这是第一梯队，经此一役，罗峰怕是要跻身第二梯队，成为超过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元老的存在。他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精神念师了。这次极限武馆转翻了，全是因为罗峰。这次木牙精的消息传开，极限武馆的其他巡查使也赶来了。极限武馆这次战力最强，碰到都躲远点吧。尤其是那罗峰，连第三元老和第四元老都忌惮。
觉得这底下还有东西，只是我们将巫岛周围和地底都探索过了，再没有更大的发现。蒋一长老也因没有发现外星文明的踪迹，提前悔恨下了。只有第三、第四元老，在那之后，各方都因顾虑，没有再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。而且这几天探测到的木牙晶数量少了很多，连雾岛的长老也变少了。目标锁定，启动暗示。